最近我发现我们家的小奶狗睡觉像人一样躺着呼呼大睡，等一会戳一下它看看。两分钟后，小家伙竟然像人一样伸懒腰了。好了，趁他已经睡着后，轻轻戳一下他看看。把他吓了一跳。小家伙太累了，很快就睡着了，再跟他好好玩一会。小家伙被戳醒后，看到周围一切安全，又开始睡觉了。